现在袁歌和杜炳文分手了，你开心了吧？还用抑郁症绑架袁歌，不就是为了拆散他俩吗？现在你如意了吧？他们真的分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他俩分手也轮不到你。我最讨厌就是像你这样的卑鄙小人。我告诉你，以后离袁歌远一点。袁歌善良，我跟他可不一样。这个孙斌绝对有问题，他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他接近你是有目的的，他要拆散你跟杜炳文，然后趁虚而入。你今天找我是什么事情啊？孙斌跟他女朋友分手的事您知道了吗？孙斌哪来的女朋友啊？分什么手啊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所以你装抑郁症，你在我面前演自杀，还诬陷杜炳文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我不用一点手段，你会注意到我吗？我是谁啊？孙斌，一个生在泥里长在尘埃里的人。孙斌，是你让我今天认识到什么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